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Mozilla 宣布，他们正在尝试将人工智能 AI 集成到 Firefox 浏览器中。本周 Mozilla 开始在 Firefox 的每页构建版本中测试这一新功能。该人工智能 AI 出现在侧边栏，用户可以选择多种服务，如 ChatGPT、 Google Gemini、 Hugging Chat 和 Lu Chat Mistral。 先来看一下演示。首先演示 Google Gemini。 在 Firefox 中打开任意一个页面，在页面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Ask Google Gemini， 点击 Summarize 可以快速显示页面的摘要。还可以选择 Simplify Language 简化语言。再来切换到 ChatGPT 试一下。在页面上点击鼠标右键，此时菜单就变更为 Ask ChatGPT 了，点击 Summarize。首先下载 Firefox 的每页构建版，向下滑动鼠标。如果要下载和您系统语言一样的版本，可以直接点击 Download 按钮。如果要选择简体中文或者其他语言，则点击 All Languages and Platforms。这里选择 Firefox Nightly， 选择 Windows 平台，选择需要的语言版本。点击 Download Now 按钮。双击下载的安装程序进行安装。点击右上角的三道横线按钮，点击设置，左侧选择 Nightly 实验，此时右边应该有一个 AI Chatbot Integration 选项，如果没有该选项，点击右上角的三道横线按钮，选择帮助，点击关于 Nightly， 等待 Firefox 自动更新，点击重启 Nightly 已更新按钮。左侧再次选择 Nightly 实验，此时右边就应该有 AI Chatbot Integration 选项了，选中该选项，点击下方的下拉框，如果下拉框没有内容，重新启动 Firefox。 再次点击 AI Chatbot Integration 选项下方的下拉框，此时应该有四个选项，这四个选项都是比较流行的人工智能 AI。 首先选择 Google Gemini， 侧边栏就会出现 Google Gemini 的登录窗口，点击登录按钮，输入自己的 Google 账号和密码，进行双重验证。
打开任意一个页面。在页面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Ask Google Gemini， 点击 Summarize 可以快速显示页面的摘要。还可以选择 Simplify Language 简化语言。再来切换到 ChatGPT 试一下。在页面上点击鼠标右键，此时菜单就变更为 Ask ChatGPT 了，点击 Summarize。在设置选项中，可以修改摘要语言。如果想永久访问侧边栏，点击 Firefox 窗口顶部的标题栏，选择定制工具栏，将侧栏图标拖到工具栏上。Chris Titus Tech， 一位受欢迎的 YouTuber， 创建了 WinUtil， 这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轻松优化、定制和修复 Windows 11的问题。对于 Windows 11电脑高手来说，这款开源应用程序就像瑞士军刀一样，功能非常多。 Windows 11尽管功能众多，有时候可能会感觉过于臃肿和杂乱，对于提高效率、个性化体验，甚至制作一个去膨胀的 Windows 11 ISO， 电脑高手不需要再看其他的了， WinUtil 就够了。有了这个开源软件，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下载和启动 WinUtil， 安装 WinUtil 非常简单，只需右键点击 Windows 开始菜单，选择终端管理员，然后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WinUtil 界面在几秒钟内就会加载。 WinUtil 让用户可以使用 Winit 安装和升级软件，在 Install 标签下找到并轻松安装所有喜欢的软件。Chris Titus Tech 已经编制了一个广泛使用的程序目录，如浏览器、消息客户端、媒体播放器和系统工具。用户所要做的就是浏览不同的类别，选择你想要安装或升级的应用程序，然后点击安装升级所选。最重要的是，这个标签允许一键更新和卸载应用程序，完全不需要手动安装。使用 Tweaks 选项，可以通过禁用不需要的功能来定制 Windows 11。在基本调整部分，可以找到以下选项，可以选择禁用遥测和活动历史，通过删除临时文件，可以在驱动器上腾出更多空间，可以通过卸载 GameDVR 或休眠功能来释放资源，从 PowerShell 5升级到 PowerShell 7，以获取所有新功能。在 Advanced Tweaks 部分，高级玩家可以访问更多选项，例如删除所有来自 Microsoft Store 的程序，禁用通知，删除 Microsoft Edge 或 OneDrive， 或访问经典的上下文菜单。调整这些设置时要小心，因为这样做可能会禁用某些功能。根据需要定制 Windows 11。如果您是一个喜欢定制的人，您会喜欢 Config 部分，只需一键就可以开启深色模式，打开旧的上下文菜单，或从开始菜单中隐藏并搜索。需要访问旧的控制面板吗？WinUtil 为必要的程序提供了快捷方式，节省您的时间和挫折感。
创建自定义 Windows 11 ISO， 可以使用 Micro Win 选项，通过删除所有不必要的组件来构建自己的 Windows 11 ISO。 使用 Micro Win， 您可以去除遥测和广告追踪，选择本地账户而不是 Microsoft 账户，避免在安装过程中需要 Wi-Fi 连接，卸载 Teams、 Defender 或 Edge， 清理垃圾软件。